那个大家好，我王姐。现在大家看到就是说，法拉盛社区啊，这个网红火锅店关了好几家，三家了啊。而且最大的这个香天下呢，占据黄金位置的也马上要关了。那么的问题呢，到底是这些火锅店为什么会关门呢？是因为经营不好呢，还是因为有什么错误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话。啊，还是说在太祖手里头，他老外就是老外啊，华人就是华人啊。那怎么能不守这个规矩呢？是不是啊？哎，说啊，想当年呐、啊，言之有理啊。当年啊，华人啊，偷渡到这个美国，偷渡到纽约啊，也有几十万的兵马，是这个横扫纽约，所向无敌。可现在呢，啊，开了几个火锅店，啊，就马上就关了啊。咱们说呢。尤其是这个香天下啊，花了上千万两的银子啊，又占了法拉盛最好的黄金地段，结果还逃了首恶元凶。那是说我们华人不行了啊，还是说某些方面有问题了啊？那肯定是今儿也改，明儿也改啊，把老华人的那点东西都改没了，还不出事儿吗？啊，所以说呢，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就带大家看一看一家老美的披萨店是怎么来的。大家好，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店呢，位于那个皇后区的秋园啊。这家店呢叫做丹尼披萨店，它从1959年开始营业。可以说这家店啊是整个秋园地区这个披萨饼界里面的一个叶问啊，可以说是吊打十个啊。你要这种网红的这种法拉盛火锅店，这家店呢它的位置呢非常的不好啊，这就是它的店名了哈。但是呢它的营业呢是每天都特别火爆，咱们现在就进去呢去看一看里面的情况。Hey, can I have a slice, sir? Just one slice, fine. Just one piece, one. For go, thank you. Okay, good. Thank you. Yeah, in the back, please. Two slices. Yeah, one more. 这个地方是他中午啊等那个外卖的，因为呢员工还没有啊。我们向里面看呢，这才是他晚上6点真正营业的地方。桌台很小，一张桌台也就两个人，但是每天晚上呢，从6点排队，至少排呢30分钟到40分钟才能进到这个里面，才能用餐。因为大家呢都非常喜欢这里的披萨和他各种各样的菜肴，所以你看，尽管中午，你看就这么一点地方开放，都是堵得人山人海的，可见生意之好啊。好了哈，由于啊这个店里面很挤，我就是拿到我的车上来吃披萨了。其实很多人也都是在这个丹尼店是这么吃的啊，买完了回到车上吃。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店是在叫做弗莱茨的一个铁路桥上，你们看到前面的车呢，就是长岛铁路工人的专用停车位。这些人呢一般呢到午夜才能下班，所以呢都会来光顾丹尼这家店。因为老板当初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吃饱肚子会好好的开心，于是呢就是开得很晚，这也呢让他迎来了商机。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将近65年的时间里，丹尼呢一直呢是作为披萨饼界的叶问，吊打各路选手。
也希望呢一些呢中国华人的投资商呢能够呢从中呢借鉴一些这方面的诀窍和商机。那么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呢大家收看。关于呢这边呢，我们以后还会大家做其他的就是说讲解。谢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我们再见了。